人牵挂时牵挂，再放下时放下，心态随心意，要顺流要逆流也易，只要能洒脱时洒脱，在脆弱时脆弱，很坚强的心怎坚持，终须停一次。刚刚讲的这个歌本来就是有一点就是鼓励大家的，就是很多时候在你要放弃的时候，学会只是学会放弃的念头，只是在那个时间去休息一下，然后去看看世界，看看其他的东西，然后积累一些自己的能量，或是对这个世界的看法，然后可能也同时间会改变自己看法，然后可以再往前继续前进这样子，所以给自己一个机会去休息，然后就继续往前走这样子。在这里我演一个古董店的老板，其实面对着那个疫情期间的冲击，整个经济的下滑，然后也要面对结业的那个选择，然后自己到外面去看一看，刚已经拍完那个对嘴部分了，就是在这里，在这个店里面，我要准备关门那个心情的已经都拍了，然后待会我就去拍一些，看到这个世界其他很多人都在，其实在顺的时候，或是顺境，或是逆境的时候，都是非常努力的在生活。那就是从中被启发了，然后自己继续往前走一下。就是最近在网上听到有一些朋友说我在开演唱会，我真的是会开演唱会，只是是在准备中啊。那有一些已经在开始这样子，我希望在未来半年可以跟大家见面。这个，可是现在网上看到所有的名字啊，或者订票啊，那些千万不要订，因为真的是还没开始，因为整个东西都在进行中而已啊。请支持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。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。